火车都是因为爱巡演因疫情延期，而近日终于在高雄巨蛋热闹开唱，近万名观众到场朝圣。圆满落幕后，由邱兴透过个人脸书发文写下深深感动难忘的夜晚，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喜爱，我们继续努力。底下还放了许多记录演唱会的照片，不过鲜少对外公开老婆照片的他，也难得po出和老婆的合照。照片中他抱着爱犬，老婆则是露出灿笑，一家四口看起来超幸福。粉丝看到后也在留言区写下：“终于秀大合照了，动力太太好美啊！两个人真的太闪了，这么美的老婆难怪要藏那么久。”等等，完全是被浪漫到啦。